好，我们接着刚才呢讲的这个钩子步啊，继续来加我们手法的站桩啊，就是这个汤学的这个螳螂钩啊，螳螂钩子啊，要沉浸醉酒啊。好，往这边走的时候，你看勾起来，它有个什么呢？重点呢，我这个手不要太过我这个腿，当然是重的。来，跟我这个腿呢，手呢，手脚肘膝，来，啊，要过了，啊，也不能不过，我这里，弹性度，啊，不用全身屁股，来，啊，还有一个步伐，啊，汤学里面呢，经常出现的一个步伐，那就是这个叫麒麟步，这个叫麒麟步。左腿在前是左麒麟步，啊，右腿在前呢是右麒麟步，脚尖内扣，啊，先后腿呢前就掌，脚跟抬起来，别落地，啊，这个叫麒麟步，还有一个步法呢，啊，叫四六步。